魏曼那双鞋是，对啊，很受欢迎的鞋。熊熊鞋应该是，它太粉红了。旁边那个手机壳呢？上面有写魏曼两个字。其实你可以去叫他们把这个抠掉啊，然后把它全部填满了。那个 W 的字样已经出来了。不是你要鼓吹的应该是反面嘛，反面比较受欢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我那时候也是觉得我一定要，然后可能玩偶上面不管是熊啊或兔子，或者是迪士尼的任何的。西元，你不喜欢这个路数吗？因为我有个好友吴佩慈呢，他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，他有一阵子呢就帮每一个姐妹都制作了不同款式，都是立体的，都是立体的小马。然后我就跟佩慈讲说，你千万不要送我，因为你想想看，我并不能把它带进女子监狱。然后他就，因为像我这种人，我拿这个东西像样吗？我所以你觉得不酷？那如果是拿来当防身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实用一点，可以把人家脸上打凹。我也是买了之后我就后悔，因为它很容易刮到，然后放在包包里面，手机是一只拿一只拿的人。你是请店家帮你把“魏曼”两个字也做上去？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要，他说你后面要不要刻自己名字？我说好啊，很酷。我以为是很有质感那样小小的在下面这样子 ，Mandy 或是魏曼，而且我还跟他讲说我不要 Mandy， 我要魏曼，然后我跟他讲是 W E I M A N， 就没想到拿到这么大。OK，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会更高兴吗？不会，我不想要拿手机时候有一个名字在这边。对，快哦！可是你已经做了这么炫的壳，你名字稍微大一点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想要它很可爱，可是我不想要就是让大家知道。我觉得有魏曼两个字，你的粉丝可能会很想要，对，可是在座其他人很难要，就可以拿去义卖。而且我有看过一个女星用这个啊，她不是有那个小头发，然后大家都沾唇蜜，她在讲电话的时候，整个尾巴都粘在嘴巴上，这是我不喜欢的地方。对，要常常照顾它这个尾巴，而且对，而且还要梳它。为了要照顾它，还把它编成这样子。这个，因为它原本是放下来，然后就看到它粘在那女星嘴巴上。市价大概多少？快一万。啊，就全部都贴，因为它连它贴的非常的精密，连它的那个肚子都是贴的很好。好烦的东西，而且它还有渐层，你可以跟它要求颜色渐层。你愿意拿这个换黑风筝吗？不要。皇冠 Enzo 也不要吗？ Enzo 那个包包还不是上面写 Enzo？ 哎、欸、，I love Enzo Lin forever。是。也是送粉丝的，手写的吗？用油漆写上去的，涂得掉吗？涂不掉。谁写的？我写的。你自己爱自己？因为，而且它反面还有这个包包的故事是非常令我生气的，就是那我在高中的时候要买这个包包，然后他就说要等六个月，然后我就等了六个月之后，它就量产了，就是变成所有槟榔摊老板娘或是那些台客都会背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用它了，但我也没有就是什么想法。然后我就一直把它放着，然后直到有一天，我就想说，要不然我在上面画字好了。然后那你也不应该写我爱我自己 forever 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应该改成 Jeremy， 还会有人要吧？那时候对。可是你现在不想要了吗？因为已经有写你自己的名字嘞。我不想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去背它啊。就认清这个事实之后，发现有点蠢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像魏曼一样，你发现自己很蠢的感觉。所以需要 Angeline 的粉丝也才会要这个包包，哎，对啊，我不太懂小柔桌上的是什么，哎，是狗吗？没有啊。你那双鞋是什么啊？这是我有一次就失心疯，想要变成英式的那种 style 的女孩，所以我就去失心疯买了这一双。去哪里买？也是邮购的，就是从国外邮购，然后那个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？邮购是这个，我说说，这个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也很好奇这件事，就感觉它很绅士啊，它抓地力应该蛮强。然后因为它那个时候就很流行这种鞋跟，那我想说我穿起来应该会很好看，买了之后就都没有穿过它。思源，这双鞋有任何吸引你的地方吗？没有吗？没有没有的，连鞋跟。而且你知道，这一双你比如说你上班族，如果你突然穿这双，就说哇，你好，你的 sense 不错。那上班族突然穿那一双也很厉害啊。可是他那一双太女孩了，我就不喜欢太女孩的。但它的跟是真的还蛮好。没有这一双，说不定你穿起来它会变得比较有个性。可是问题是，凯蒂有要那一双 miu miu 的鞋吗？哎，这蛮适合你的耶。你先穿穿看这双鞋啊，我想知道这双鞋。他怎么可能拿他手上这双鞋？可以加鞋垫呢。可能要加鞋垫，但是穿起来很好看啊，这双鞋，对啊，好适合你。可是这双很贵耶，
比较潮啊，你穿起来很潮，对啊，还不错呢哈。你是诚恳的吗？对啊，穿起来亮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收？这是你喜欢的牌子哎。可是39号的鞋，我39号有点大，没办法。而且这个好像不能垫鞋垫吧？这垫鞋垫应该会冲出来。对对，不然就是贴后面的那个，贴在脚跟。你不用管了，因为他你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换呢。我觉得拍照搞不好也还蛮好看的。你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换？有啊，我没有。你穿真的很好看啦。你这个是几号的？这个是37。哦，太小了，穿不下。没有，你先试试看嘛，你穿穿看，看穿不穿得起来。凯蒂，这双鞋为什么要拿出来换掉？因为就是你不是很喜欢这些华丽的鞋子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当初会买呢，是因为你们看哦，不好意思。它侧面很美，因为我就觉得它跟好特，侧面真的很美。对，而且我是看到照片，然后我就打电话去10几20家店，然后终于在 LA 找到。可是因为我不是他们客户，所以他们还不能让我用信用卡寄给我。然后我又打了一轮给我很好的朋友，就是看最近有没有人要去 LA。然后终于呢，反正千辛万苦又等好几个月，他就回来。然后我看到本人的时候，我就怎么跟我就是想象中的质感有一点不太一样？材质不对。对，这很像就是文具店卖那种礼物花5块钱贴上去的那种。因为我原本以为是铁片，你本来以为是金属的东西，因为它肉眼看起来像金属。然后因为我只有看过侧面，其实正面穿起来就真的很像两条东西，然后贴了礼物花，对不对？它很塑胶，可是它厉害的是，可是这样才会轻啊。而且厉害的是它这边的设计，它这个菱角的，我觉得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当初就是很犹豫要不要买，可是我就觉得跟太美。Ansel， 你帮女明星做造型就不会用到吗？可是它的 size 是39。是最大的，可能啊，很多人穿不了，很多人没有那么大。你可以把你写名字那个包包拿开，就是包包拿下桌去，好不好？